不知道哪个妖孽用法力把我困在石头里了，连带着岭上的石头也成了精。那边的山洞里有只石精，怪得很，它身上一定有神秘。弄清了原委，我好脱身呢。 宝贝了，你咋还没走？你咋还没走？你不会是想要回这宝贝吧？不害臊？你这个快快走！本事不大，伸手去看。狗日的，真不识趣，非要跟我推着身上。
快快，好东西不少，大方。就是赔钱买卖，你可赚大喽。就是赔钱买卖，你可赚大喽。就是赔钱买卖。仰问天，古今谁不死？不妙，误了正事，去给三少解酒的来。哎呦，神清气爽！哎，是你把咱叫醒的，多谢。嘿嘿，不过，咱现在肚子空空，恕不奉陪。咱现在得填饱肚子，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，那可得去瞧瞧。吃饱喝足才好做事，肚肠空空可是没戏。你这瘦鬼身子也该多吃点儿。走走走，跟咱去卧虎寺。咱现在得填饱肚子。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，那可得去瞧瞧。这些烂鼠肉食之若孽不吞针，气杀咱！哎。你想法子给咱找点好东西尝尝如何？老夫馋那必有馋的紧，在此干旱之地可能寻到。偶尔吃吃素也未尝不可。事情有了些眉目，那黄金之国真与这不毛之地有关。传说中黄金之国是太阳西沉落海之地，那里的人们以鼠为尊。只是不知怎的，后来这个国家就消失了，很是奇怪。适才咱尝了尝那些鼠精鼠怪，咂摸着像是还带点人味儿。那古国移民不会既往，黄方怪于古国的神秘效率恐怕特别。为何？
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你看，黄金之国也好，落日之国也罢，都已不复存在。传说这里的茫茫沙海之中，曾蛰伏着一只上古巨虫。这巨虫平日里沉睡地底，无踪可寻。 一旦醒了，便会钻出来吞噬人畜。偏偏他外壳坚若磐石，寻常刀斧弓弩难以穿透，往来商旅不敢靠近，周边小国更是苦不堪言。适逢一只黄毛貂属下蟹途经此地，感应到那巨虫身上似有无上佛力。 于是施法镇住巨虫，收为己用。小国国王大喜，将鼠妖奉为护国神圣，更为他建庙塑像，世代供奉。鼠妖徒修炼方便，干脆留了下来。后来，鼠妖神功出城，掳走了唐僧，与孙悟空激战于黄风岭。 一时风沙蔽日，日月无光。那鼠妖的神风着实厉害，若非灵吉菩萨出手，怕是真经难取。只是没了鼠妖坐镇，古国自是难逃覆灭的劫数。而原本水秀山清的黄风岭，也变成了今天这般模样。 Yeah.
这术棍真凶，看来有大神通。在下斗胆，求高人出手，助我大王降妖。我家大王打灵山而来，不忍见此地百姓受苦受难，出手降妖。只是那妖怪道行不浅，你若肯施以援手，定然事半功倍。